真的好有意思。今天的日记也完成了，阿妈妈一定会夸我日记写得好的。哦，等等，现在把下周的日记也写完的话呢，妈妈说不定会更高兴呢。那么，我们试着写一写未来的日记啊。好奇心，荣誉。哦，还是第一次写未来日记呢。反正，未来日记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嘛。那么，善良的凯文，帅气的凯文，像写小说一样写。那么，从明天的日子开始吧。2019年4月29日，天气呢，总觉得会是一个晴天。好，题目，吃了一天东西，吃掉了，把我喜欢的都吃掉了，把我喜欢的东西在这一天都吃掉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天气很适宜，是品尝美食的好天气。哦，沙发上满是饼干袋子，还吃了美味的面包，然后渴了就打开冰箱，把妈妈准备的可乐都喝掉了。像这样提前把日记都写好，真的好轻松啊，明天什么都不用写了。那么把后天写上，后天做点什么呢？对了，睡一整天觉怎么样？题目，美美的一觉。今天整天睡了一天，结束，跟朋友们一起玩耍了。今天跟小龙、小猫头鹰、小熊猫一起玩的非常愉快，一直除了吃就是玩，该运动运动了。今天外面下雨了，在家一边做瑜伽。哦，现在做点什么好呢？对了，帮助爸爸妈妈。这天呢，帮助爸爸妈妈的善良的凯文，今天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的，洗手间也收拾了，最后连客厅也整理好了。妈妈夸奖我了，真的好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的一天就快要完成了，妈妈非常的高兴，我好满足呀。好啦，哇，像现在这样提前把4天的日记写完确实好方便呀。好的好的，那么下周就不用写日记了，哈哈哈哈。后天已经黑了，提前写了好几天日记呢，明天就可以起来玩了，根本不用担心日记了，哈哈。好累啊，哎呦，我好饿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那边是什么？哇哇，什么？谁准备了零食？哎，面包？哦，都可以吃吗？都吃吧，反正在我家呢。哇，感觉好香啊。我真的很饿呢。哦，天气也这么好，真的太棒了吧。好好吃啊，棒。好渴，没有水吗？去冰箱看看吧。
谁放的可乐啊？我一定是妈妈喝可乐咯。哇，今天是不是太完美了呀？我想吃的零食跟面包都吃到了，连冰箱里都准备了可乐。哇，我把这瓶可乐和剩下的零食都吃光，今天太好玩了呀。都几点了？怎么快呢？不想起床，快啊！什么？为什么还是早上？难道我睡了整整一天？哦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睡了一天呢？算了，睡了一天还挺解乏的，好可惜啊！今天要过得充实一点。哦，怎么可能说睡就睡上一天呢？今天要跟小伙伴们好好玩。哦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恐龙啊！你好。啊，我是熊猫，你好。哦，好可爱。哦，什么？小马，对不起啊，小马，我怎么可以把小马忘了？怎么只带了他们三个啊？啊，为什么会忘了？哦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在日记里。啊，日记。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日记，等一下，4月29日，天气晴。啊，吃了一整天。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呀。啊，可乐。等一下，下雨天。题目：美美的一觉，今天睡了一天。啊，可以是，所以我才……等等，再看一下后一天。今天跟小龙、小猫头鹰、小熊猫一起玩得非常愉快。啊，哦。过得跟日记上一模一样。等等，我真的成了未来日记啊。哦，哇，真的吗？等等，明天会下雨，在家瑜伽。难道说这是偶然吗？完全一样的呀。等等，要是明天真的会下雨，我在家里运动的话可怎么办呢？哦，起鸡皮疙瘩了。哎，不会的。不会的。哦，好可怕。哦，可怕。妈，对。我怎么真的在下雨啊？这个一定是偶然，是偶然。哦，谁知道会下雨呢？凯莉和朱莉，啊，在做瑜伽哦，我瑜伽做的可好了，我柔韧性可好的，就这种水准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家瑜伽垫在哪儿？等着啊，凯莉、朱莉，看着点儿，劈腿，一定能挨到地面的，好亮啊，运动量好大。等等，我怎么在运动呢？我怎么在运动？
还按照凯莉朱莉的动作一一都做了，今天也是日记上一模一样啊。哦，等等，一模一样的吗？哦，我不是，我把明天也写完了吗？明天我们家垃圾分类。啊，糟糕了，垃圾分类还没有做好呢。等等，我把明天日记也写完了，明天我们家垃圾分类吧。哦，我还没有分好呢。哦，我要重新写。哦，重新写。哦，这个，擦掉，擦掉。哦，什么？擦不掉吗？为什么擦不掉啊？完蛋了！看来明天得打扫卫生啊。完蛋了！明天要打扫卫生啊！凯文，哦，今天是我们家垃圾分类的日子，知道吧？快来帮帮妈妈！知道了。放好了。光是客厅就这么久。好累啊。凯文，客厅好干净啊。是的，妈妈，我好开心啊。接下来洗手间就拜托你了。接下来洗手间。浴缸打扫完了。现在把分类的垃圾扔出去。就彻底结束了。还算有点成就感。从今以后还是不要耍小聪明了，老老实实写日记吧。今天好有成就感啊。以后也要多多帮助爸爸妈妈呀。扔垃圾去了。